别在路上消耗太多的力气。选好诱饵了吗？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在别人发现之前，我会让你的尸首沉入暗海。别让我等太久。到了真正的战场，事情才是你作恶的理由。 出你们全部的实力，只要至少能让我尽兴，决定了，当他们哀嚎求饶时，无人应答。有什么想法？我尽力做的挣扎和反抗都是没用的。我听着呢，别让我等太久。 马上就好，准备进入预定位置。我进入状态，挣扎和反抗都是没用的。到了真正的战场，这就是你们作恶的理由。 光芒浸润你，悪くない場所だ。言われなくても分かった。死ね。只等一声令下。小叶，我们加油。我在这里，锁定敌人。 攻击！选好诱饵了吗？路中草地，有些不对劲，这就是你们作恶的理由。箭在鞘中。 心有物外，太阳，请为我颔首吧。是的，我已准备完毕。小月，我们加油。器械准备完，全都扔。行くよ。私に差し出す。 私に指図するな。到了真正的战场，这就是你们作恶的理由。 没有伴随爆炸与欢呼的战斗，稍微有点不适应。回去吧，喝一杯就免了。